就是因为我给个掌声啊，他非常紧张。他紧张，我在下午，我下午在那个想想就一间咖啡店遇到他的时候，他很紧张，紧张到在念经，好不好？没有啊，念经是本来就要做的功课吧。那个，我觉得我今天也算是讲者粉丝，因为我之前有听过他的一个分享，就是那个哈娜会做。好，那他等一下会介绍一下为什么他在耶稣大学，他们一群就是在学生也包括毕业生有办了一个刊物叫《庆生志》。那他们其实今天这题目是他们定的，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可能也真的像刚前面所讲的，是被这个好坏的区分而吸引人来。然后另外一部分就进一步就去想说，那打工好像有的人会有这个经验，或是期待有这个经验，那之间有什么关联？那他们想要谈的是说，因为好坏在学校里面贴上标签之后，那进一步会不会也影响到他们对自我的看待？那在他们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会不会其实真的有些时候就觉得，那好像我只能选择哪一些？或是面对到劳动争议的时候，我有没有更多的资源，包括在以前在学校里面的老师或是一些讯息，可以帮助我去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说我遇到雇主有些不合理的要求，譬如说我们今天讲者有人打工经验是在披萨店或在便利商店，那披萨店像这种连锁饮食，大家可能都有看过之前的新闻，这不是刻意去抨击它，但是对消费者来讲那是蛮好的一个服务，就是一分钟内那个餐就能够出来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好像可以再多送一个汉堡，是的，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个东西有没有印象？没有啊，真的、有嘛，对不对？有。好，所以。那如果今天遇到你的老板，他的时薪是固定的，那大家对这个要求的规范会什么样反应？可能如果对自我定位是好学生或坏学生，就开始会有一些不同的做法或态度。那可能就会追溯到他今天在学校如果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资源的时候，他或者是他能够有更好的一些讯息的时候，他怎么样去面对？好，这是那个一开头。那当然，其实在今天三位讲者在分享他们的经验的时候，我觉得我也先去回溯一下我打工的经验。从，我到底是刚刚有人讲到嘛，是可有可无的。我就是觉得，我上了大学了，除了功课之外，我去体验看看。那所以我是有选择权的，就是面临到如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环境，我可以就是老娘不爽我就走了嘛。但如果说我今天面临到另外一种状况是，我是比较有经济压力的，那会不会我其实我在抉择上来说的状况又不太相同？好，那还有另外一种，我觉得可能这也是可以把它放下来讨论，就是即便我可能国中而已，好，但是我跟家里就是不是很和谐。那为了宣示我的独立，好，在我没有很多资源的状况底下，我想出去试试看。好，就是我真的甚至于说我是离开家里的时候，我在没有其他澳元的时候，那我在那时候的工作状况，我至少要能够养活自己。那有没有办法去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劳动条件？因为在他们这次写的文案当中，里面有提到一种，就是其实比较是专有的名字，在讲到劳动的异化，就是。人跟工作之间可以有什么样的连结？那有人讲说，当这工作他没有办法跟这个人有你没有乐趣、没有连结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一个灵魂的屠宰场，好像有点糟糕。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在今天的三位讲者在分享之前，我可能会先请今天的第一位讲者慧中先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他会去分好学生、坏学生？那以及庆生之为什么去谈这个主题？那我们依序的话，我也会请后面第二位是请小管吗？对不对？小管他也是亚洲大学，但他已经毕业了。那或许他就在毕业之后，从学生身份转换之后，可能再回溯他之前的一个打工经验，会不会有些不同？因为其实在座也有一些是已经在工作的朋友。那最后一位的话是那个逢甲大学手术刀社的嘉雅。好，那手术刀社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看这文案的时候，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可以请他简短介绍一下。然后他是在便利商店攻读，然后我刚刚稍微问他一下，他说其实便利商店很多的一些规范要看店长怎么说，就譬如说如果那个餐已经过了那个保存期限，那以我朋友的经验，他是能够带回去的。他其实就是除了那个薪水之外，我可以多一个餐，就是又可以省一些钱啊。但是不是每个老板都同样这样子对待？好像会有一些差别。好，那他的自身经验是，他是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大概是哪一种类别？是我想去体验呢，还是说我有经济压力，还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所以其实我在我希望说大家今天在听他们在做这个主题分享的时候，也可以去想一想，那自己对于打工原本的想象或是旧经验，可以怎么样来去做对照跟结合？甚至于回过头来，当我们今天做一个消费者，很多时候他不是正式的雇员。那我们在面对他比较能够去同理跟他知道他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会采取什么样的消费模式？就是我还是要一直去
买那个说，哎，不好意思哦，你这个超过60秒，你要多送我一个汉堡，这样的模式去要求去提供这样的服务的人，还是说回过头来，如果今天换作是我，我做这样的工作，哎，我愿不愿意？或者是这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劳动条件？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请那个哈娜，就是慧中，就是后面有几位他的粉丝来跟我们先做一个分享。好，今天大家的双手，先给他一点掌声，谢谢。帮我看一下简报。不是这个，是另一个，对。好，喂，好。我先讲一下，就是好，大家好，我是哈娜，我是亚洲大学，现在念资讯传播学系，对，那现在是年级，那我同时也是就是新生制的行政主编，那其实这边其实我小馆也是算新生制的吧，那新生制是一个什么刊物？它其实主要是在讲就是我们在书写教育生命史，就是说我们采访一些学生。有些大学生或有些毕业，然后去问他说，哎，就是你的教育经历是什么，然后你又怎么去看这个过程，所以说其实这个杂志其实都是故事组成的，大家应该有看过就苹果的经历，对不对？所以说你就想象整个就是这个杂志会大概书写这样的故事，可是可能会长到1页到2页左右，可是我们把那个生命史拉长，然后去看它的处境跟环境，跟人在这个环境的互动是什么。对，那这个等一下新生制我会再多一些介绍。对，那我先再讲一下，就是说，我为什么会在这个今天这个整个我会想要谈那个打工，是因为其实我在。好，就是讲到说，好学生、坏学生，我干嘛要学这个主题？我其实我以前在那个新竹县的比较偏向一点点的小镇，然后读国中跟国小，然后之后到市区去念高中。那因为其实我都是俗称的后半段，后半段意思就是说，我的学基测是没有办法上公立的高中职的。所以，国中的时候，老师也普通把这些学生分类在所谓的 B 班，因为我没有分那个班级分类，所以我就一直在我的求学经验里面，这个自我认知其实是蛮清楚的，就是说我好像就是比较偏后面的那样子，因为高中也理所当然，好像是大家新竹的人会普遍认为是比较后面的，那个是光复高中。对，然后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有去参加那个乐团，然后乐团就是虽然他不是很努力在推动，就是说他可能比较是联谊作用，但是我发现我乐团的朋友，有些是在网咖，有些是在撞球场，有些是工地，或者是有些是机车行，然后当学徒，那其实就会然后再来是我后来就是到，反正我后来高职有后来念高中，我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后来又转就是有转科啦，就是想说我念高中会比较想要接近我想要要的东西，然后我发现高中的时候大家好像是补习班的助理，或者是说比较偏文书。所以我就觉得，哎，为什么我高职认识的朋友跟我高中认识的朋友，他好像打工选择有这么一点不一样？然后再来是我到了大学之后，我在亚大，那我的室友或也是同学，那他是从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开始选择在必胜客打工。那我因为有在。自己在大学也有异性社团，因为我同时也是那个亚大的异性社团就是创办人之一。然后我在社团也有认识其他人，就开始看到说，哎，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会有打工经验，可是我也不是想说，哎，大家都聊聊自己的打工经验，就这样而已。我是觉得我自己的。求学的过程里面，我观察到说，因为有些人是因为家庭的经济压力，那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他自己觉得好玩或是有趣，那可能有些人是因为学校刚好有那个机会，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的种种不同的因素，
会让学生在不同的场域里面，他可能有不一样对待打工的方式。对，然后关于我的求学路程的话，其实可以上其真智的部落格，然后去看这个故事这样子。对，那个是我的教育生命史。然后，对，然后，所以说，基于我在国中、高中跟大学，想要去认识说，哎，我打工的那个学生跟他学校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是什么？因为我很明显的感觉到，哎，我同学可能在兼职打工，他可能在学校的学习的状况就会紧缩很多，比方说。课业讨论的时候，他一定要抓一个很明确的时间，然后或者是在跟人交谊联谊的时候，他可能会取舍的那个思考过程会比较多。对，那所以说青春志就在去年的时候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平常看到的服务业，或者是平常看到经过便利商店或者是摩斯汉堡，他们看到打工学生他们的怎么看自己在这个工作的想法。对，所以我们在之前我们其实有走访一中街，就是青春志整个团队，然后去走一中街，然后去一些店家，然后去访问，就是有点像陌生拜访那些学生。那其实我们有做成果，其实有做一个影片。嗯，那这个不是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这么的量化，因为我们团队并不是很大。可是我们大概有总结一些看到的东西，比方说，哎，一中街好像比较多人，可能是科大的学生比较多，那也有是夜校生这样子。然后普遍问一些比方说劳动的一些权益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可能会也有些不一样。那我想要给大家先看看一点点时间看这个影片，可以帮我点一下这样。是青春志的，也是伙伴在做的影片，有没有声音？因为这个也是背景也是配乐为主，所以其实看那个文字其实也差不多。对，我想要让工作人员不要太紧张。对，因为都有那个文字描述。
就是说好像工读生没有办法在，因为之前其实我们有一些接洽过一些店家说，哎，我们那时候要去采访可以吗？那就是有些店家是 OK 的，但是我们好像觉得说，那时候当天就好像看到说，好像工读生有时候没有办法表达这么多自己的那个想法。我可以重播一次吗？不用。真的经济或者是真的非常处境非常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看到他，哎，他好像应该要去关注。那可是我在亲身自的实践的过程里面，我觉得说其实教育也是在进行某一种不同对待人，教育也正在影响人，然后这影响人可能会让学生有不同的自我价值的不同的定位。所以说那这个东西其实影响到说有一些可能没有，就是像刚刚那个有讲的，就是说他看到那个理发店的学生他在打工，然后回到学校好像是
那个是有差距的。其实我在讲说，其实我们在被学校规训，或者是要成为一个好学生的时候，那有大家好像没有太觉得说，哎，那另一部分的学生没有获得那个规则，就是没有因为这样子的规则，或者是升学的过程，他可能被筛选出去的学生，那他可能会怎么去升，就是会怎么去走他接下来的生活？因为我们可能看到很多主流媒体或者是杂志都是在讲所谓成功的人翻身的例子是什么，可是我们好像不知道一般人他可能不会界定自己是成功，他可能会也是没有这么的被没有这么闪亮，可是我们还是觉得说，那我们也想要看到说，那他的处境跟我们的社会关系是什么？对，因为青生志也是比较会想要去了解说学生处境跟教育公共化关系两者有什么连接。对，那我们就也有做那个问卷，然后问卷其实就是在说，哎，你为什么打工啊？那你之前有没有工作经验？然后你学校读哪里？对，那这个是影片po完之后我写的一个观察。对，那有些人其实是觉得多赚点钱，然后有些人是就是经济上的压力。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并不是说这些工读生可能是很劳累的，其实只是一个观察，是说就是说我们媒体上面讲的是说，哎，如果你去打工或者是去赚钱，那其实是一个你是在做多余的事情的感觉。因为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个官员有讲过类似的东西，然后他觉得打工好像是浪费时间，我忘记是哪个人讲的，就是说我们好像看待打工是一个，你是一个很，是有吗？王建轩讲的，对，对，他就打说大哥，我打工笨死了。对，那我就是觉得说，你好像不太看到说，有些学生他是一个真的是自己需要，或者是他真的也是想要透过打工过程去获得去努力肯定自己，这个东西好像是在这个主流社会好像没有是这么去在意的东西。对，所以我就从一个我自己的人际圈去开始看说，我不同的同学跟朋友他打工的差异是什么。对。那主要今天可能会比较主题可能会比较聚焦在说，有比方说嘉阳他比较是说学点兴趣然后赚零用钱，就是他在读逢甲大学的时候，然后他是自己想要有打工不同的经验的学习，他还特别是说，哎，我想要去饮料店，然后我想去便利商店，就是他想要去特别设定这些目标，然后去设定说自己在这些地方要学什么，就是一个我自己要什么，所以我想去。对，那还有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小关，他比较是说，因为他的经济，比较是因为自己要就是生活，所以他是比较是现实的压力，然后是去打工。那这样子的过程，他又跟嘉阳会有什么不一样？对，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先从小管他的以前到现在打工开始，然后再来是嘉阳。对，那我们就是欢迎，就是我的朋友，他叫小关，大家可以听他的打工经验。那个万一下填报。喂。今天在讲好学生跟坏学生。所以真的如何影响打工选择的部分，那我比较以自身的经验来去谈这件事情。那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那我基本上就是一个标准的清贫族群，那个赤贫那两个字大概是我打工求学打工词的写照。对，那我是来自就是乡下的小孩子，是在那个卓兰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是一个水果之都。对，那专门生产水果的地方，那本身其实在那边长大，然后那边就学，所以从国小、国中、高中都是在，就是在卓兰镇，就读那个独立的乡下学校这样子。
到大学成长过来的。那我本身已经毕业了，我现在已经在上班中，对。那所以在大学期间话，是有认，就是因为透过哈娜介绍，认识跟介绍，所以也成为不学无术大老师的美术编辑，还有青春志的美术编辑这样子。那这边可能要稍微工商一下，就是这是我们从第一期到第四期曾做过的那个期刊内容。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上网参阅，或者说去了解。那目前第四期正在印制中，详细的话可以参去到我们粉丝页去了解这样。已经有电子版，对，那实体版正在印刷，对。那我打工经验的部分分成四个时期，就是我国高中的时候是寒暑假是在采橘子跟包大梨的一个技师员，因为我们在乡下地带，就基本上工作机会也只有出农的工作。那接着到了大学的时候，曾历经烧烤店的那个 PET 工读生，然后接着是我重复了耶。然后那个是那个披萨店的工读生嘛，那最后这个话是茶叶的美术工读生，所以在我大学时期的话，基本上是历经过三个不同的工作打工的经验的转换这样。那基本上因为我是在寒暑假时间去利用学校寒暑假的时间来去做额外的打工，那其实是因为有关乎于我们家一些经济状况的部分，所以就是想说能帮忙赚点零用钱也好这样子。那我为什么会把那个标题认为是体验秩序的开始，那是因为我在工作中其实包大梨的工作是非常简单单一的工作。那简单来说可以分了四个部分，就是说我们是群体单一的工作，就是分成四个区块。第一个话是每天早上凌晨六点的时候，然后到大梨园去采大梨，大家集体采完到一部分的时候，中午去做筛选跟包装，把大梨的那个套子解开，然后再做剪地头动作，那种分类动作，接着再去称包完之后再去做包装，每天的流程就是这样重复的程序。那基本上就是在暑期之间，其实对于这样工作，我自己本身就是抱持着能赚钱就好，只是因为其实在那边工作都是偏向高龄化的老人，或者说妇女啊来去那边兼职打工，所以其实我们交友的人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因为就只有我一个就是年轻小伙在那边打工而已。对，所以其实就算说我并不怎么喜欢这份工作，那我还是选择到说意识到说我如果我忍耐还有去面对这个责任，那我是有办法拿到钱去认知到这个劳动成果对我是有用的。那从国高中这样打工经验开始过后，我接着到了大学，然后到了那个烧烤店的打工，就是其实到大学的部分，我怎么会认为是巡化的服务员这部分，其实是稍微有一点的小悲观。那其实是因为在打工的经验认知告诉我，在如果努力付出劳动工作，就可以得到一定的回馈。那在烧烤店的打工经验，其实让我体验到两件事情。一个的话是自我规划的一个限制，因为我那时候已经上大学了，然后正在大学的课业跟打工的时间点来讲，对我也是一个需要重新考量的机制。那也变成说，当我在假日或说在平日的晚上时间，是我要去重新考量说，除了打工以外，我还能做些什么事情。那也变成说，因为那时候还是以能赚生活费的规划为主，所以我还是以打工的部分为重。那其实工作的时候曾发生一个是叫集体罢工的事件，那个是发生在内场，我们工作有分内场跟外场，然后我是负责外场的部分。
起因好像是因为我们公读生的工作虽然有100块的钱的时薪，可是完全没有劳健保，然后内场的工作其实是比外场还要操劳，所以好像是外场的工读生，内场的工读生觉得，这个待遇不平等，也不受，也不公平。虽然跟上头有反映过，也有去讨论过，但是后来大家还是没有得到一个共识。最后在某一天就突然内场就突然集体消失，变成说我们那间那一天那间店只能空转，大家就是直接离开。对，那没想到隔了一天之后又重新开店，那内场里面全部都换了另外一个人，而且也没有听到就是内场其他的。那场曾经打工过的学生也不知去向，就是一个完全没有下文的一个处理方式。对，只是那时候我也认为说那个老板虽然蛮过分的，但还是选择说顺从目标导向的去完成每日的那个作业这样子。只是后我回想，我觉得说我身为就是打工的一份子，也是跟他们一样是工读生，却没有办法意识到他们离开原因也关乎我自己是怎么看待那个二职老板的想法。对，那我觉得这边是可以做个检讨的。那接下来的话是之后我离开那份工作，接着来到披萨店的一个打工。在那打工里面，其实又接着比之前烧烤店打工来的更加不同。你会体验到非常多的分工的节奏和方法，所以我把称呼为是精准效率的人生，因为那也是我非常算是紧绷打工的一段。对，那我会分为就是算是三个部分，就是那因为他在那个披萨店里面其实有非常细致的分工模式，也就是说他有完整的 SOP 的训练流程。而且教资深那样打工老手会带着新人去教导，去告诉你该怎么做。那同时，新人一开始接触的那个地方都是从最基层的开始做起，比如说是从外送跟扣班，那扣班也就是所谓的打烊班，只做到整个店结束为止这样子。那通常每个工读生的工作方式，工作的时间都是从8小时起跳，所以假日的话12小时也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那等到那个打工的位置比较熟练之后，再会再进一步的去训练你从切披萨包装到服务点餐，然后最后才是组装内场的工作。那内场的话主要就是以制作披萨还有送进烤箱的一个工作这样子。那其实压力最大和专注力要最强的其实也是内场的工作，因为在像是假日的时候，容易就是在午餐期间，刚好如果同时间来了十几个订单的话，你要必须去顺好排便，然后去在短时间内去抓到说，那我下一个客人餐点要什么时候才能拿到的工作流程。对，那其实光配料的部分就有50多种，所以那也蛮考验你惯性的记忆方式和能力。对，那接着的话就是。团体的那个阶层位置和标准的分化生活，我会这么定命名的关系，主要是当我进去了披萨店工作，然后新人的话都是要接受排班的训练，等到稳定的时候才能在比较自由的排班，所以我在前期的时段都是几乎都是训练为了训练而多花时间在这份工作上，可以说是一个礼拜大概有排四五天左右这样子。那通常在假日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放，就是没有办法放假的，因为我们是餐饮业，也必须应付客人的需求。对，然后那因为其实客人在多的时候，在忙的时候，其实如果说请假的话，也容易就是造成说我们团就是在工作团内的一个秩序的一个改变，所以其实大家都不乐见说你在假日时候去做请假这个行为，因为会影响工作上的效率。那进入这间店的时候，然后那个同事们其实对自己的工作流程有一定的标准和走法，所以当你在那个高密度和比较封闭的团体压力里面，如果你对自己的工作时间有一段已经有点上手了，
然后却又不小心拖到别人进度，只要有两三次的这个状况来讲的话，其实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其实全店人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你这个人其实工作效率上是有点差的，对，会有这种的八卦和流传，会标签贴在你的身上。所以也就是说，在我们每个人的位置上，那其实比如说像是我们最重要的位置，其实就是在内场，内场是主抓整个披萨做出制作到流程，还有到外送的一个源头，对，所以当你从你原本在内场的位置，被上司认为这个你不太适合这个位置，然后转换到下一个切披萨跟那个包装的工作的时候，当你达不到这个内场的位置的标准，转到下面的工作，那有部分的上司和同事就会认为你的能力会有折扣的一个感觉。所以这份工作其实对我而言，就是始终带有一种就是督促我做事要更有效率的一个概念这样子。那也影响到说我在学习中会容易套入打工的模式，就是因为我在打工生活和学校的学习时间就是比较紧凑的，那我需要去在24小时之内去规划好我所能做的事情，所以我也逐渐会使用到说用我的工作经验啊去组合我该做什么事情的呈现。那也因为就是打工总是以那目标导向来去完成工作的内容，那也使得我就是对着手事情会有呈现一种使命感，会觉得说必须要把做事情做一个段落之后才有一个完善的成果这样子。所以对事情的规划和想法其实比同侪来讲来得更能加快速度抓到就事情的一个位置，就是连抓到事情的重点，也能找到说事情触类旁通之下能怎么去着手做这件事情。那在进行分工合作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学校教导的那个的东西都比较偏向技术层面的知识授课，所以其实对我的影响是有意外加分的效果，就是我能迅速抓到说这堂课重点是什么，然后能去进行操作的练习这样子。那却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却因为就是我常以这种打工的模组去套用学习经验来讲，我发现后来才发现了一个盲点。那个盲点其实我认为蛮糟的，就是一个便当不够吃，那就吃第二个。那就在于说，就为什么到后来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有了打工之后就扣除掉学校的生活，那剩下的时间对我也是比较珍贵的，所以在规划事情来讲，我总就是会以高效率跟高目标的方式来去有效运用说我要达到目的是什么。那也在于有一次的小组分工之后，最后因为制作的不顺利而不欢而散。那可是到了很后来的时期，我才发现到说其实我对事情处理的分类已经转化到对人的分化上面了。对，那其实这件事情也等同于是我上面那一句话，对，我无法去许多事情，我容易照着一个经验判断来去告诉他人的事情节奏该怎么去走。那通常那是有效率也有结果的，但是因为这样的标准之下，我也忽略了就是每个人他其实背后的背景成因和他自身能力的考量是什么。那也变成说我其实无法理解什么是差异。对，那在披萨店打工的经验中，刚好就非常不幸的遇到一个比较情绪化的上司，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无端的会就是无端惹到他，所以他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打工是常常上班的时候被他刁，或者说当场给你难堪的一个状况，就是所谓的二级上司这样子。对，那因为那时候我也不想跟家人拿生活费，就是基本上都是靠自己去打工赚钱的，所以我总是告诉自己说，如果我就这样走了，是不是代表着说我就是一个挫折忍受力低的人？
那因为我也没有适当的人选可以告诉我说我该怎么面对那个上司，或该怎么去处理跟上司的关系，所以尽管就是我觉得我努力表现了，但是还是在屡次的工作中无法得到那位上司的认同。那就是其实长久下来积着那种没信心和就是成就感的丧失，其实我开始比较消极去面对上班，然后也会有逃避的感觉，不愿意去思考自己的立场是什么。那直到那段就是压力过的日子过去了，也就是说那上司逐渐没有找我吵了，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才知道说原来他那个是对我私人的不满。但是我也从那件事情中我也发现到说，哎，为什么无法去替自己的立场去思考和发话，或者说我为什么要去选择压抑。那我会认为说，其实如果一个好的带领者，那他其实是可以给当你甩他一巴掌的时候，其实过后并不是摸头，而是他可以很清楚告诉你就是错与对的地方在哪边，而不是白白挨了一拳之后然后什么地方都什么都不告知这样子。我认为好的错的力可以带来一点反省，带来驱就是驱动你对工作的能量。那同时如果说是就是恶性的挫折忍受力的话，我觉得是对彼此之间是教导是一种消耗的模式。对，那最后其实我在开始在一个茶叶店上班，我发现说那是一个完全跟我打工经验是完全不同的风貌。对，因为那家店的话主要是走精致文化的部分，所以它其实主打也是高消费的客群，也就是说当客人进来之后，其实他消费能力是可以到动辄一起好几千起跳的，所以其实收入来讲的话，我们对客户的选择是需要自我的要求跟经营的规划是有一套的方式。那除了就是我在那边上班是走是那个美术工读生之外，其实上司也很愿意教导我说，就是我们茶叶的文化是什么，或者说茶席的内容该怎么摆设，如何用透过美感去告诉别人那个茶的想念是什么这样子。对，从中就是会培养说就是我对美感的认知，还有一些茶叶的知识这样子。所以其实就算我是就是美术的工读生，老板还是会在店内的经营方向，或者说消费取向，会教导我说该怎么去如何策略，以至于说就算是一份经验或者说文宣上，也会从美感到文笔都大动工程去来做讨论之后才定案。对，所以对我而言，这个打工才是真开始有不同的变化。对，只是从那份打工的时候，我也发现到一个盲点，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小公司的一个组织，然后虽然说老板非常有人情味，也很愿意去教导我该怎么去做事情，但是也开始感受到对于社会上的人情压力，这个是感觉比较偏矛盾，然后又有点黏腻的存在。如果先撇除那个加班的文化来讲的话，其实在工作中会呈现一种某种状态，就是上司跟下属的权力跟信任的关系会因为人情压力变化而变得很别扭。比如说就是在工作中会给你限定范围发挥创作的空间，可是到后来又会上司又会以一种我认为这样子比较好的方式来引导你该怎么做，而变成是说你试图下属去试图放心去制作这个内容，到后来才发现说他其实没有给你太多的权限和信任在你的生产力上，所以也被变成说你从这个关系中会发现，其实会发现说其实当这个下属他其实会想要去建议上司说其实我们可以怎么去讨论变得更好，或者说他去怎么去说服他怎么改变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不会不太好意思，因为他会认为说这在关系中无法呈现一个对等状态，进而去影响就是他互相碰撞，激发创作的一个经验的过程这样子。对，那
我基本上就是分享到这边，对，这算是我自己小小的个人生打工经验生命史吧，是。其实从他自身的经验里面可以看到大概四个工作内容其实有一些转变，那因为刚刚前面一开始讲青春是他从关心教育现场开始，所以等一下我们后面也会留一小段时间 Q&A， 大家可以去结合就刚刚听到台上的分享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那我们后面接着先请嘉阳对不对来跟我们做分享，要你讲一下手术刀这个名词，这个社团很有趣。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的陈嘉阳，然后那个手术刀我稍微提一下就好，因为前一阵子学运非常的蓬勃发展，然后就是每个学校大家就是都会有每个学校大家都可以聚集一些学生，就觉得说我们要出来改变这个台湾这一类的，然后就是会聚集一些同学之后，他们就会有些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每个学校都就是很多人都可以想要创一个社团，因为比如说像亚大有类似的意义性社团，然后东海也有，然后像逢甲或者是其他学校没有的，他们就会想说那我们来创一个社团，然后我觉得我们要创出来是叫手术刀社这样子不过因为后来我比较课业比较忙的关系，就是我已经没有继续参与这个社团活动，不过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关心这个手术刀社的话，就是脸书上面有他们的有粉丝专页，就只要打逢甲大学手术刀就可以找到那样子。对了，那个手术刀会叫这个名字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很流行割阑尾，然后就是那时候在就是流行割阑尾的活动，然后就有人说割阑尾一定要有手术刀，然后说那我们就叫手术刀社吧，然后我们就创名字叫手术刀社这样子。好，然后好，以下是正题，因为我其实没有准备 PPT， 因为我一开始没有预料到是这么多人，我以为是因为可能就十几个人，然后坐在这边，然后一个小圈圈，然后大家聊天这样子，结果是抱着聊天的心情来，所以不一定会讲得让你们很满意，希望就不要太严谨，就轻松一点这样子。然后打工的话，小偷在这里，因为我没有准备很多，就是好几页，对，就我只是一只手就会写完的字，应该不到二十个字吧那样子。因为我打工，我跟别人比较不一样是，说我们家没有经济压力的话，我觉得并不完全可以这样讲。只是我会觉得说，我之前在高中升大学这个暑假的时候，我曾经去工厂，就是那种工厂打工过。然后因为工厂的薪水通常会比外面的一般的打工，像超商或饮料店那种打工都还要高，因为好像是比较累，然后它时数也比较长，所以工厂的打工它的薪水通常比较多。那时候在工厂打工的时候，发现我一个月下来可以赚到3万多，我自己觉得蛮惊讶的，就是我以为大家都是只有22K，然后后来发现一靠，原来我第一次就可以赚到3万多，我觉得我好厉害。然后就是我后来就3万多，然后去算的话，其实感觉一个人要活下去，好像你不需要什么学历，你去工厂打工一个月就有3万多块了。讲一句难听的就是这样，就是虽然你的生活就是比较不多太多，是你可能没有办法有很多娱乐跟消遣，可是如果要以活下去为前提的话，我觉得工厂够用。那因为有这个经验之后，我就后来发现，我后来觉得原因是不是说，像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因为学贷的事情跟我家里有稍微吵过，就我坚持要学贷，那我那时候很认真跟我爸妈说，我觉得读大学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可是我。是因为想读大学，所以我来读逢甲大学。我不是因为说要为了找到好工作什么来才读大学，我是因为我想读大学。那这是出自于我自己的愿望，所以我觉得我要自己去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我很坚持跟我家里说，就是我要用学贷，而且我要贷全额，我会自己还。这就是爸妈已经没有义务要供养我读大学，我是这样子。然后。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我就觉得说，反正我不是跟家里拿钱，然后我就没有什么，我可能就比较不会，就我家的经济就不用支付我学费这一块，所以说我的经济压力比较小。然后打工就是
可能就是关于生活费，因为很多人打工是不是要赚生活费嘛。然后那人想说，好吧，反正大学都既然都是我自己欠的债，那有没有读完，其实就自己可以自己要负责就好了。就是我那时候还想说，最近大学到时候大学读一读的嘛，那读不下去了不读了，然后大概我就自己毕业后赚钱，然后来还这个学贷，因为我不用跟家里负责。我是就是蛮消极蛮悲观的想法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的前提下，我读书的心态跟别人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会知道我想要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我缺什么，然后这样的心态可能是个性原因。我大概在我国高中的时候，我帮自己设立了四个，我就像大家应该很流行，大学一定你除了读书以外，你一定要玩社团，然后你一定要谈恋爱，然后你一定要去打工。就是好像必修的学分这些，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好，我大学我要去哪里打工？我那时候设定了四个，第一个我一定要去饮料店，因为我觉得，就会觉得说奇怪，那饮料店那个随便一间动辄二十几种饮料，他们到底是怎么配得出那个配方？我觉得那超级厉害。然后我就觉得，而且我觉得很奇怪是为什么这间店的半糖跟那间店的半糖会不一样？因为有些就是比较甜，而且不用讲这个，光逢甲大学不。红甲大学上的五十岚那间的半糖，跟河南路上五十岚那间的半糖甜度又不一样，真的。红甲大学比较甜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会很好奇啊，为什么饮料店要老背那么多这个配方这样子？那第二个是，我一定要去麦当劳，因为我小时候曾经听过一件事，就是去麦当劳打工，他们好像汉堡最久只能放10分钟，10分钟没卖出去要丢掉。我就想说，那我要吃那个汉堡。用免费的汉堡可以吃，你知道吗？就是大半碗掉而已啊，但还是个汉堡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而且再來就是，我之前听过一个传说，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也有可能是补习班老师骗我。他说他有一个朋友，从小在麦当劳打工，然后长大后还是就是从国中就在麦当劳打工，然后高中，然后大学，然后就一直做一直做，然后就一直升迁，一直升迁，一直升迁，然后说后面变成台湾区的区长。就是负责台湾的麦当劳，然后他们家的小孩子玩的都是快乐童话玩具这样子，我觉得我靠，好，就是感觉好像很厉害的哦。你只要去麦当劳打工，你以后人生有一番成就。所以就我不知道，我想要去体验那种所谓的完整的升迁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你如果像去外面的面摊那种小吃店，你端盘子可能没有什么所谓的升迁制度，你就顶多打工时间比别人久一点而已，然后别人可能会尊敬你一点点。可是他等到他跟你一样工作化的时候，你想要变强，所以我想要去麦当劳，是因为想要体验那个完善的所谓的升迁制度，跟我想要知道说那种完整的管理的方式到底跟一般我们后面看的那个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两个，一个是饮料店，一个是麦当劳，然后第三个我已经忘记了。我要想要去小吃店端盘子，因为我想要跟客人聊天，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我个性我可能比较脑冲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会很喜欢交朋友，然后我到一个地方，我就无聊的话，我可能会乱搭讪别人这样子，所以我想要去小吃店打工，是因为我觉得客人都好像吃饭以外没什么事可以做，我顺便我可以跟他聊天之类的这样子，而且我觉得餐厅可以遇到很多形形色色。因为大家都要吃饭，所以你一定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然后第四个就是便利商店，便利商店里面比较特别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你们家附，就是你们现在住的地方，走出去十分钟内，你就是十分钟的路程，你可以走到，你有几间便利商店可以看到？你逢甲的密度非常高，我们走出去十分钟，我至少可以看到5-6间以上的便利商店，而且都开蛮久的。我觉得便利商店是离我们这一辈，上一辈可能不一定，可能是杂货店，可是我们这一辈，便利商店离我们生活是非常接近的。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便利商店的员工，我觉得都很厉害，他们要记所有的商品摆在哪里，然后要记影印机要怎么弄，影印机，而且不同的连锁店影印机也不太一样，就是不觉得那种一大台有没有？按两个，我都不知道按哪一个，就是我只想要印个身份证，我都要按哪一个。然后还有就是，后来又有什么 iPhone 跟那个，像全家是 Famipo， 就是那种卖那个车票的，有没有那种机器，那么多功能。然后我后来觉得很夸张是，现在超商可以买到那个手机的 SIM 卡，
现在可以买那个手机信用卡，而且那个号码就是你填资料以后，我们还要你的双证件，然后还要传真回总公司，然后还要经过审核，然后干嘛，然后你一天才会开动。可是我就觉得，我靠，那个表格开下来一堆东西，每一个都要问客人，然后都要写下来，我就觉得有点夸张。我还记得我们一开始卖，我觉得卖车票那个就算了，因为毕竟要有底线。然后后来还要帮卖衣服预售的那个衣服，然后后来又全家又跟雅虎商城合作，就是雅虎商城拍卖前十名的商品哦，他们就开一个条码，然后放到商店，然后可能你看到了，然后我们有小小的 DM， 然后哦我要这个，然后我说好，然后就帮你刷，然后我就可以直接帮你买预购这样子，前十名，然后所以他才没有换，然后这种我就觉得很夸张，而且刚刚主打说这个雅虎新闻这个价值哦，就是上面有各个商品的条码，他说这就是虚拟店面，他们说这是虚拟店面，然后就是可以你不用看到实体，然后。我们不用摆放实体给你看，然后你也可以买到这个商品，这样子。然后我想说，会不会哪一天全家可能跟灵骨塔公司合作，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全家买灵骨塔之类的，或者买棺材。因为这种好像不太可能直接去实体店面买，对不对？我就这样开玩笑，可是我觉得说不定其实真有可能。然后我是因为这样，我觉得超商离我们生活很近，我想知道在那样子的场，而且。要学很多东西，我想知道到底去超商要学什么东西，才可以当一个正式的或者一个正常的超商的员工这样子。所以，我大学我就去超商，而且我那时候去超商打工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想买一台摩托车。我摩托车的钱是，其实我也只有赚一半而已，所以另外一半是爸妈当初那个十八岁生日礼物帮我补一半这样子。就是我想买一台摩托车，然后可是我不想回工厂赚钱，因为虽然工厂可以赚很多，但是真的很死气沉沉。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工厂打工过，可是因为他不是他也是很规律，而且他完全不在乎现在在做这件事的人到底是谁，就是只要你东西给他就好了。就是你也可以训练一只狗，然后他可以把你装箱，然后他也不在乎到底是什么品种狗。可能你有一天突然充等换成狗，他都不知道，他只要东西有可以出货给他就好了。工厂是这样子，他完全不在乎到底是谁，然后他也不知道你到底在干嘛，你只要料理他。所以而且在工厂，因为他时间很长，八个小时。然后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在工厂打工的时候，我的生活非常规律，就是去上班，然后晚上十二点下班回家洗个澡睡觉，睡到早还不能睡太晚，因为我下午上班，我下午四点上班。然后我可能就要九点要起床，然后九点到十二点是我自由时间，十二点之后去睡午觉，不然会很累。所以我如果前天睡太晚，睡到十二点的时候，我中午会睡不着，然后我去上班就会很累这样子。所以我就那时候那生活非常规律，而且一成不变，然后你也不会有这种娱乐什么的。然后而且工厂我们是只有周休一天呐、啊，然后它是用年资来算，你可以特休几天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两个愿望就是第一个我要赚钱，第二个我不要去工厂。所以我就自己就去找了那个，我就自己去找打工，然后而且我想说，好吧，既然都找打工，我那时候想先去试试看饮料店，结果因为我没有车子，所以那个老板都不太理我，他们就说我们宁愿请有车子的，然后我还不用付什么车子那个，所以我饮料店应征都没成功，后来我就应征到便利商店，我又去便利商店做，我觉得那时候。如果说经济压力的话，就只有我自己想买车，而且那时候一开始还想得很理想，我想要买车，我要赚多一点钱，暑假又很短，摩托车一台虽然说只有一半，但是至少也可能要三四万块这样子，也要准备三四万，我要怎么在两个月赚到三四万？然后我那时候兼差两份，我一份在全家，然后另外一份在那个福盛庭，是日什么炸猪排店那个。当内场这样子，我那时候兼差两份，而且很累，因为我一开始去应征的时候，我骗老板说我是夜校的，我怕他不录取我，跟他说我是夜校的，然后那个我然后他就让我因为这样，因为他是缺大夜班，然后就问你日校夜校，你怎么会说我日校，然后应征大夜班，老板可能会说那你这样怎么上课这样子，所以他就我骗他说我是夜校的这样子，然后他就录取我当大夜班，而且其实我觉得我很聪明。我那时候怕开学会不要看，我还跟老板说，我算是夜校，但是我以后要准备考日校。
完全就是。其实现在想想，我还是觉得我蛮聪明的啊，只是好骗人是不好的行为，但是为了工作嘛，对，没办法。然后我又白天就去辅政厅，然后晚上又接大夜班，然后还是很蛮累的啊，可是钱也赚的很多，然后比较可能这又是个性问题，就是如果是别人给我钱，爸妈给我钱，我不太敢花，就是我觉得钱那个花的会很有压力。可是如果是我自己赚的钱，我就会很大方的乱花，因为我觉得这个再赚就有了，反正是我自己赚的，又不是跟别人拿的，我不是不劳而获啊。然后我那时候有打工的时候，我如果没打工的时候，我最省最省一个月，我可以就是住外面哦，吃喝然后玩的话，我一个月可以大概在逢甲大概4000块，我可以压到4000块。我很省了，我很省的话，我可以11点多，然后去那个早要关的早餐店，然后跟他说两个三明治55块好不好？就是或者是这你我买这个你送我这个这样，就是我遇到这个就有这种的店，因为他们要打烊啊，然后反正那个没办法去，就是那么多，就是可以很便宜的卖，然后我可以吃那个三明治吃一点，我就两个三明治度一天，因为我只要吃，我不用吃到饱，我就吃，现在不太饿了，然后就放着。然后大家好像有点饿，再咬一口，然后再放着，然后不要喝饮料。你有试过那网络上流传，就便利商店那个酱包有没有？就一条白吐司，然后今天是番茄酱，然后明天黄芥末，后天酱。我觉得那会拉肚子。然后就是很省的时候是这样子，可是我打工的时候，我最高一个月我花到15000以上。而且我完全把我花完去了，我有记账啊，但是就是我可能那一个月就看了两次电影，然后去打了两次保龄球，然后又去哪里玩啊，然后干嘛，就是我可以花到15000，然后可能我就是出去朋友就说啊，这趟我请了，然后啊我今天领薪水我请这样子，所以就很极端啊，我觉得这是个性问题，然后就是我忘记要讲什么。如果可是我在打工的时候，我遇到两个人，就好学生、坏学生的话，因为大家冲着这六个字来，好像要提一下，就是可能因为我们那边操场关系，我遇到的都是跟我一样都是大学生，都是公读，我比较少遇到那种所谓的，就是跟我不同年纪的。我遇到我这两个，一个是日间部。也是逢甲大学，然后另外一个真的就是夜间部的，然后他做早班，然后我就观念会很不同的，就是我觉得夜间部的人，就是我这一位同事，他就会觉得说，把分内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就是他可能就是客人要干嘛，就是我就完成，然后就是他会觉得不需要做太多，然后也不要偷懒，不要做太多，然后他就把分内的事情做好，然后每天就只是上班下班。可是我跟另外这个是兼顾的，我觉得我们两个比较北方一点，就是我们很会想找机会去偷懒，可是你偷懒的时候又不能被老板发现，那怎么办？就是让客人跟你讲好话，所以我们会去会特别服务那个常跟老，我们知道哪些客人常常跟老板聊天，我们就对他好一点。就是，而且我们那时候做到最夸张的是，就是操场有两个人嘛，然后晚上的时候。那个有时候有些时段比较闲，就是客人没那么多，然后他就带电脑来，然后说我先在那边，他就说你先去帮我上一个小时，我打一场工，然后他就在仓库里面玩电脑游戏，然后在外面站一个小时，然后说好，那换我，然后就换我进去玩一场电脑游戏，然后他在外面付费这样子，就是我很会找时间，可是我们也会跟客人，就是因为可能我们比较活泼吧，我们。就像我那位夜间部的同事，他打工经验比我多很多。他因为他是技职体系，那他很高中就有在打工，然后他的经验告诉他说，你就是照规矩做事，对自己比较轻松，然后也比较好，不要不会惹麻烦。然后跟这个学长，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是就是比较白目嘛，我觉得是比较白目一点，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也是我们的原则是这样，不是说要做好分内事，我们原则是不出包就好，就是不要出那个不能弥补的错，然后那小错就算了，可能
可能就是让客，反正我在就一个人站柜台，然后客人大不了等久一点嘛，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只有一个人，两个人的时间，然后另一个人服务，然后大不了客人排个队，你还是要结账嘛，你又不能说帮你拿人出去，然后大不了你如果不想等，你不要买，对不对？就是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比较不会那么认真看规则，可是我们也知道，就是不要出包。我觉得这个学长给我的，因为他是跟我说，反正你他跟我讲一句，他说反正你开开心心过一天是一天，然后你整天那边靠腰还是过一天，那个时候我们要开开心心，就是打工也是啊，八个小时你开开心心那边一天玩，你就打把，我是觉得我把打工当成在玩，我可以跟很多客人聊天，尤其我做大夜班，一堆人半夜不睡觉，然后你去跟他讲话，他就很开心，就我觉得这种就是没什么朋友，你知道吗？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想要半夜出来，然后就是有人可以跟他讲话，他肯定啊，尤其那种保全最喜欢去便利商店，然后他就会觉得哎，好像有活人可以跟我讲话，很开心，大半夜的啊，大家在睡觉，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我把打工想得太，我不知道是我把它想得太轻松，还是我刚好有办法用这种比较轻松的心态，可能我不学我的能力，让我利用这样轻松的心态来打工，有可能是这个原因。但是我就觉得我把它看得比较轻松一点，我把打工当成在玩，所以我不会说有很多负面情绪，就没有办法会觉得说哦，干今天要去上班那种感觉比较少，我可能会觉得说。但今天又要遇到那个很鲁小的客人之类的，我可能这个会比较有那个，所以，我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跟符合心意，就是我不过我打工今天是这样子，谢谢。谢谢你。所以我刚刚看到前面两位讲者佳期跟佳伦，发现可能好像两个经验值不太一样。那尤其他刚后面提到，就是那种很认份去工作的，好像以前是讲说课业当中的后半段，然后所谓的坏学生，他很认份的去工作，啊，但是反倒所谓的好学生，比较灵活的学生，或他自己定义白目的学生，然后在工作态度上，哎，跟我们想象有点不太一样，好，所以到底是什么是好学生，什么是坏学生，可能真的好像在这个时候不太能够这样子做区别了。我们后面大概。再来是回到会中的部分，我们后面再留20分钟，让大家能够 PV。可能听过这么多的分享，大家可以去总结说，大家怎么去看待，在工作当中的一些影响啊。譬如说，我希望我们最后能够还是能够扣回到跟教育的现场。譬如说，建教生，他很早就被告诉说，你吃苦当吃苦，你永远来学东西，你要很认真。好，哎，但是，有一群人他在学校里面，他可能能够当助教或是有工作的机会的时候，他们甚至能够去组织工会。然后去要求说，哎，学校为什么今天提供我的劳动条件是这么差的？好，我当助理助教，然后你给我的薪水是晚给的，好，或者是我们组织的会要求更好的一些条件。你就发现建教生所能够提出来的要求，好像跟在高等教育当中工会提出的要求又不太一样。或许我们也可以去想一想，那这个是不是只能单纯从好学生跟坏学生，应该可能进一步看从中间的这个教育阶层。如何影响大家在除了一开始的打工选择，还包括我遇到打工一些条件比较不利的时候，我怎么去面对 ？OK， 那我们请慧中来跟我们做分享。好，就是我一样跟嘉良，就是用口述，就是没有用笔，有时候讲经验会直接用直接讲会比较好，就是说好。其实我家里不太算就是非常就是经济非常弱势，就是我大概。我如果一个月家里可能会给7000的话，我还要再赚个吃饭的费用，因为我还要因为那个7000块是主要是付房租，然后跟付一些就是生活基本费，那其实还是会需要再额外再如果你买书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地方要去的话，就差不多你还要再赚个3000-4000，所以。我其实上大学的时候，我打工分经验有分两个，一个是说有点像游山玩水增加视野，那另一个是说就是刚才讲的，就是再赚个3-4千补贴我的一种钱。那第一个游山玩水是说，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姐姐有认识一个商店员助理，然后她刚好是就是在。种水蜜桃，然后他有一次就问我说：“你暑假要不要来，就是采水蜜桃？”我就说：“哎，好啊。”然后我就带一个
要去大学的暑假，然后我就到了一个海拔2000公尺的地方，然后我就是在那边生活2个月。那时候就觉得，我就是我好像在一个隐居，然后就是很快乐的去享受这个是这个山野的清静那种感觉。因为那老板对人也很好，因为他之前都是自己的孩子帮忙做，那就是如果有其他人去的话，他也是会当朋友，所以我就在那时候就是还蛮开心的。然后会就是早上你要搬那个水蜜桃来，然后老板采然后放，那你可能比较可能对我比较负荷的就是说，就是你要扛那个水蜜桃，大概一扛大概可能会有好几斤吧，10几斤我不知道。然后在上的时候，然后下午是就是帮我整理民宿，因为老板自己有开民宿，然后就是他自己有经营这样子，对。然后晚上的话就记得时间，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时候还是蛮有趣的，就是老板有时候心情一好，他就会烤那山地原住民的肉给你吃，然后就觉得好爽，就是说那个就野猪肉，然后很大块，然后就是你也可以跟他们就是交流，对。然后他们是泰雅族的，然后因为那个山上就是晚上的时候，其实星星很漂亮。然后你有时候老板就会跟你聊说，哎，原住民有一些话哪些会讲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哎，就是那个感觉就是一个算是有点像是小打工旅游的经验对我来说。那第二个小打工旅游的经验是，在另外一个暑假，就是也是透过朋友介绍，然后我去游轮，就是那立新游轮叫好听过。对，我去立新游轮当工读生，然后工读生其实就是比较偏，也是服务员这样子，但是还是蛮特殊的。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那个特殊是说，就是说大家知道，就是上大家知道有钱人上游轮要做什么吗？对，就是说我是在赌场，然后帮他换条码这样子，就是我觉得那个经验超特殊的，就是说我会看到有些人一花就是一组下去，大概就40万就没了，或者100万就没了，我就靠，那我的血袋，就是说就是说我那时候就发现说，哦，原来有真的有台湾人在一个云端的模式在维持生活的，而且还为数不少。然后他们可能每次就很无聊，然后就去上游轮。然后因为我们服务生其实除了换票之外，就是比较去找就是跟他们做朋友那种感觉，因为他们会需要有台湾人，然后去知道他们想喝什么或者是想服务什么，对。那有时候也会有小费，那如果他赢钱，然后赢得很爽的话，然后就500台湾给你，那可能就有大概就是7000块的那个零钱就有了，对，是一个超级特殊的地方。然后对，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就是知道说，原来贫富差距可以这么大，就是有点惊讶。然后在这个一个两个暑假之后，其实学期间我是我觉得比较有印象深刻的打工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快炒店。快炒店其实这个打工怎么来的也是还蛮好笑，就是说有一次我的朋友，然后他好像就是在雾峰骑车，然后不小心出车祸，然后出车祸之后，那老板就带他去看医生，然后也付他就是那个疗伤费，然后那老板就会说，你有没有同学要介绍给我？因为我那个快炒店缺人，他就说，我好像有同学要打工，然后就是对那个人小管，然后他就说他想要不要去快炒店打工，我就说，快炒店，然后没有去过，然后我就好吧，那我就是去看看这样子，对。然后快炒店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很传统，然后很台式，就是你会听到就是电子花车音乐在快炒店播放，然后你会就是接触到的那个客群几乎都是雾峰街上的观光客或是老人家，对。然后他们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就是是一个比较传统的那一种角色分工，就是说我是外场，那我就负责外场的东西，然后师傅就是你要很尊敬这样子，对。然后老板也不会太明确跟你讲说要做什么东西，然后他就是大概讲说你就是外面大概要收拾，然后就是之后晚上要洗碗，对，就是所有的工作项目跟工作的节奏跟你要做的事情它的细节其实都完全就是不有太清楚的概念，但是其实工作就是很
很重复性的。那嗯，我觉得算是有趣的地方，我觉得应该是也是跟客人的接触，因为我觉得有些地方嘉阳跟我的经验还蛮像，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好玩嘛，喜欢去看就是不同客人他为什么会来这个店，然后他喜欢吃什么，然后我可能会大概会跟他互动一下。对，但是因为我那是假日工，他是特别因为我假日要很多人，所以我特别请多一个外场，所以老实说假日虽然可以跟客人互动，但是也没有到说太能够这么慢慢的去跟个人聊天。然后这个然后其实因为那个假日都会绑死，然后我其实家又事情很多，所以之后我就离开。然后再来到说另一个学期，我去了那个饮料店，然后就是那个在这美珍路上面有一个橘子工坊。那我觉得这饮料店算是我打工经验还蛮开心的，就是说那个店长他人很好，但人很好不是说对你很好，而是说他可以就是论事的去跟你讨论很多事情。比方说如果真的送饮料这迷路的话，而且我真的也迷路很多次，然后他就会说你是不是方向感真的不好，如果方向感不好的话，麻烦你去 Google 再查一下那个地图的位置。只是他不会说你有事吗，就是对，就是说这个店长非常具体你的去猜测我的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叫你走哪边你会走北边，然后他会去想说那他是不是少了某些概念或者是某些想法。比方说如果说你在弄茶叶的时候，在煮茶叶，然后你可能那个放错茶叶，或者是说时间忘记了，然后他可能会去问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做，我是不是上次没有就是在讲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刚刚小管今天可能是说老板跟他讲说这个东西不对，可是他也不会去跟你沟通说那个事情到底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可是我那饮料店的老板他其实非常是靠一个他其实还蛮骄傲的事情，其实有一个原因是说他能够把每一个工读生的认同感跟相信力都是拉到一个还不错认同感，所以说他跟工读生的关系其实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说他觉得他可以训练好员工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期间就是说我其实有时候被他很大声的去，因为很多时候做错事的时候其实被他很大声的骂的时候，我会觉得不会说心情很糟，我不会觉得是我做错，我不会觉得是我人的问题，而是我真的做错事。对，那我觉得这个就影响到说其实我在工作环境我一直都是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去思考那件事情，而不是一个完全被外面就是可不是 完全照着某一个不知道的原因然后再做事。我会知道说在柜台很重要，所以饮料店就是靠路过的人然后去买，虽然说也有就是外地的，就是学校就是会叫饮料，但是其中还是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路过的人。所以我就知道说为什么老板会特别在意说你如果柜台做错一件事情他可能就会骂得比较大声，因为我知道说因为就是整个饮料店的营运来源就是在柜台这部分会比较多，所以你如果你在后场里面切水果或者是 弄什么东西你做杂事的话，其实如果你做错其实那个老板反应不会那么大。对，就是说我开始去想说为什么这个老板可以给这样的感觉，就是然后我之前可能快炒店的老板比较没有，他比较是如果你做错就骂你，可是他也不会说因为快炒店在假日的时候的客人很多，如果这个客人在这个店如果服务不周到的话，我大概会有什么样的风险跟代价。对，那我觉得我觉得如果饮料店的老板这样说，就说原来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在这，然后我就会就是会觉得说那我自己给我的责任我就会更提升一层，就是我是我是一个自主性的员工，那我想要就是在这家店也是找到我不错的位置。对，那个其实就会
跟快炒店的那个经验会有差。然后然后再讲的说结合到这个主题，嗯，我在饮料店的时候其实也有同事，就是说中兴大学的，然后跟好像是中台科技大学的，那一个中台科技大学的同事，他是已经做蛮久，做一年多，然后是干部这样。然后中兴大学的学生，他没有做，他也是跟我一样进入的时间是差不多的。那我觉得这个差别是说，我觉得我跟中兴的同学就是聊天会聊蛮开心的，就是可能也是会去认识客人，就是说那客人然后每次可能点很多，他会四五倍的清茶，然后可以很快速的喝半小时喝完，我们就讨论说他到底什么样诡异的技能，可以就是这个喝那么快之类的。那可是他同样也不是说特别效率特别好，效能特别好，可是他在看待自己是好像是比较轻松的感觉，就是说，我来这边也是学习的东西，然后也是。就是学调饮料怎么做，然后顺便也认识客人，然后顺便也跟同事拉嘞，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像是，除了就是在工作之外，也在培养就是这个工作他的视野或者是他的想法。那我觉得我在另一个同事，好像科大学生，他其实我跟他几乎好像没有讲什么话，因为他好像就是，非常的迅速的处理所有事情之后，然后就会就是就好像不太期待自己可能会多一些东西的感觉。我可能会比方说我觉得说我会好奇那饮料店为什么外国人那么多，因为那个那边地方就是旁边那个经典它其实就很多体育员好像是会住那边，然后我就遇到很多日本人跟韩国人，然后就是有时候你就跟他们讲话讲英文，然后很烂，但是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经验，对，因为遇到外国人这样子，就是我会想说，为什么这地方，然后会有哪些人，然后为什么这地方会，因为我有外送，所以我会就是特别一些经过，就是说我也会认识这个地方的环境。这对我来说是还蛮有趣的，对。但是我觉得好像，也跟其他工读生的对工作的期待好像是不一样的，对。那有，比方说，我同事可能就是比较是符合，也是说，我就做完我的事情就好了，对。然后可是我跟中兴的学生就会觉得，就会。也是一样，就是聊一些事情，对。然后其实我最后想讲的是说，我觉得到底来说，打工的学习跟教育的学习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在工作上面遇到好的老板的状况的时候，我觉得学习对我的累积跟速度是蛮快的，而同时他也是在讲说你沟通要怎么沟通，那你怎么去看你自己做错事的那个状况？因为有时候我可能做错事会很自责，然后老板可能就会提醒说，你人没有问题，而是你这件事情的那个还没有去掌握到，对，那。这个东西其实我在跟我学校的期间其实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因为我刚刚有自我介绍说，我是比较偏后的那个教育的经验，然后去升学。那其实很多老师或者是有些老师，他其实面对像这些学生的时候，他其实就会比较是说，你是不是？你好像如果你有翘课，或者是说你的考试没有很好，他可能就会把你找到办公室，然后去问说你是不是人有问题，而不是说你怎么了这样子。对，就是说我觉得那个学习的那个差异，其实说学校好像一直是说你只要考试考好，你就是一个对你学习的自我价值就是完全的价值，然后你可能你也不知道这个考试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对，那其实这个就过程是说，我其实国中跟高中的时候就会很想去说，那我觉得在外面打工的学好像还比较多一点，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你并不知道考试对自己意义什么，然后大家也说，哎，你就是升学，那升学是为了什么？为了赚钱。那这个逻辑下去是说，好像你的学习不是服务当下的，你是在服务那个大考的统证，然后顺利去翻身，而不是在说你的知识跟你的经验可以怎么结合。所以说，我觉得，在学校的学习训练，其实对我而言是一个，有时候是一个枯燥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日复一日，然后去灌输你一些很多你跟你经验很遥远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自从我上大学之后，我觉得，因为我之后有参加了就是比较是异性社团，我开始去认识到说，哎，其实如果你真的有一些经验了，然后你也就是跑一些环境了，你就会发现说，哎，其实，过去所谓的历史、地理、国文、英文，都是在说你经验很丰富了之后，你才会认为说，哎，那好像有跟我有关系，你就开始觉得过去好像的那个知识，好像其实是你到了一定的经验的成长的时候，你才会去看到。可是我觉得我过去的老师并不会去强调这个事情，他不会说，哎，你的学习的目的是增加自我的独立思考，他不会说你学习是为了你的知性可能有更多发展，他是说，那你就是要去为了你的未来的社会地位，更要争取一个好的地方，所以你要前进。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我其实总结感想是说，我觉得不一定是说外面打工就学不到东西，然后学校才能学到东西。可是我觉得学校其实也会影响到说我到底怎么去看待我自己学习的意义。那可能如果是我没有去参加就是异性社团，或者是跑一些运动的话，其实我可能也会落入一种说，我如果待任何的环境，我只要去服从，我只要去服从他最低的期待就好，我就是安分的做完我的事情，因为可能这个环境里面没有告诉学生你的技术是服务什么。对，所以大概是分享到这边，然后这里也到了就是主持人邀我的时间，所以我大概总结是我的感想。OK， 我们先这个部分分享完，结束今天最后的分享。因为我们后面时间相当有限，我们希望大概我们预计的时间在9:30能够结束。那不晓得大家听了三位的分享之后，不管跟你的打工经验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后面已经有位朋友已经踊跃的举手了，我们收集先第一轮三个问题好不好？就是不管是你有提问的啊，或者是你也有自己打工经验，或是听完这场之后有一些想法要分享都 OK。一位，还有吗？两位。三位 ，OK， 那我们就先请那个。因为我之前大学的确念比较好一点点的北部的学校，然后那个时候的状况是这样，就是说，大概一般的学生，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大概就是大家会去做家教，就是如果是要做就赚钱的话，大概就先做家教，然后大概电机系的话是650，然后物理系、数学系大概650到750。然后一学期800，所以大概就是说，在那个学校里面，基本上来讲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收入比较低的一个学生，他就会去利用几个晚上，他要透过计算几个晚上，然后去做这样的家教。然后像其他的，如果是经济状况没有欠缺的，他通常就会变成是就专业取向的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例如说，好，我想要对调酒有兴趣，我可能就会去吧去学，然后顺便再去做一个，就是再去上课程，就是它常常会产生一个在这个的教育现场，它产生一个不一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在时间上的分配就会变成是在比较好的学校，它在时间上的分配是很充裕的，因为我大概就是2个小时，例如说我一个晚上花2个小时，大概赚1000块，那。
那在但是在其他学校的时候，其实你都会可以看到很不一样的生态。但是因为我在大三那一年就是几近被退学，所以那一年就我就跑去就是毅然决然跟家里决离开，然后我就有去山上就是野样采梨子，然后也有去过去出海过，出海半年这样子。然后后来做了各式各样的工地，因为我后来会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然后也更认识到各式各样不同的阶层的人。然后例如说像我的表哥，他是做建教生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是有一起去一些建教那边，因为我们送花的，所以我们有去那边送花过，然后有听到一些建教的故事，就是谁死掉啊，有多少建教生死掉的事情。所以就是说，如果再拉回到重新这个题目，就是教育阶级如何影响打工选择，我会比较好奇的事情是说，因为刚才三位的经验其实是非常的不同的，就是说大概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脉络，就是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自己的脉络产生。那我比较好奇的事情是说，如果就三位来想的话，就是在这个的教育阶级，就是例如说好，大家就是可能大学有的大学刚毕业，有的是还在念大学。那在这些过程里面，大家是如何的重新面对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说，在这些打工经验如何，就是刚才我觉得大概是小馆长比较清楚在谈他自己的这些经验的获得，但是我会比较好奇的事情是说，那如果在下一个阶段大家在选择自己的工作选择的时候，这个打工选择彼此之间的关联性，你会怎么样的去产生关联？这是我比较想要提问的部分。其实在座了，就我年纪，因为我年纪比较大，50几岁，所以我想分享一点点我的打工经验。在我差不多在1980年那一年，我刚好高中毕业有点时间，所以听刚刚有人说要去采水蜜桃，那时候我跟也认识一些朋友，想说啊，利用这时间赶快，因为我家里有种田，所以应该没问题，所以就毅然决然就在甘城那边坐金马号。就一路到梨山那边，然后就那时候我们认识环山部落，那时候有原住民的朋友，然后去，结果我们搞不清楚，人家那个要去都要先讲好，才有工，才有缺，而且在我们那个时代下，其实没有很多服务业，没有麦当劳，什么都没有，所以基本上那工作是要很多人抢着做，然后去打工，结果没有工可以打。后来因为那些环山部落是原住民嘛，不然说我们去没有工可以打，我们就打猪好了。后来我们就打山猪，他哥哥带爸爸带我们去打山猪，就去打山猪，也没有打到，然后晚上回来又很性能不好，但跟一直要喝酒，喝了3天，就直接下山了，所以工没有打到。其实我第二点我要讲说。以我们这个年纪，就在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麦当劳，没有什么全家便商，我们只有干妈店，干妈店嘛，我怎么会让你打工？所以基本上我们那时候要去打工，也没有报纸可以看，用问的或者你认识的，所以我们很多工作，就是说，大部分是付出劳力。刚刚那个小胖讲那个，就有啦，有那种人，他。但是其实很少，当家教，大部分我们考虑只是说，其实我们那时候大学生都蛮苦的，考虑的打工的目的，没有考虑说，这个对我们以后的工作，还有教育，我们所学东西有什么关联，我们就考虑一点，钱多不多。所以有一次机会，我就碰到一个工作机会，那个工作机会现在应该没有了，那是骑着野狼1号5，在北投那边，我们是载小姐载趟10块。哇！那在1980年代，但是那工作抢着做了，我再2次我的个位置被干掉了，人家就抢去做。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1980年代，我们在北那个摩托车不是人家提供的，所以你记得北投去北投那边很多以前那种摩托车在载啊，就是在。做载人服务之前，应该很多以前是载小姐，我们政府就把小姐从这个点，
再到六个点，这是我们很特殊的一些打工经验。啊，其他大概就是，像我们去海产店或怎么样，我想法就是钱比较多，然后有机会的话偷吃一点东西，因为其实没有想那么多，谢谢。所以其实打工体验还是，就是打工也是可以体验人生方式嘛。大家好，就是今天听到很多打工经验的分享，那我想讲的不算是我自己的打工经验，就是我整个求学历程中我看到的一些现象，就是算是分享吧。就是我自己绝对是被归类在好学生的那部分，我高中是读还蛮好的学校，然后我上大学之前有接一些家教的工作。那我上大学之后，其实我很想要去饮料店，或是做一些一般大学生会去做的打工的经验。然后，可是我妈妈就觉得说，她觉得我那是浪费时间，她觉得是没有意义的工作。那其实我自己心里不是很能够理解什么叫有意义跟什么叫没有意义的工作。她觉得如果我要去打工的话，那你不如暑假去个国外，然后去一个国家公园做一下志工之类的，然后呢就可以去旅游，然后还可以带一些钱回来。对，然后，可是虽然我高中是读很好的学校，但是我国中是放牛班毕业的。这放牛班是那种真的是公认的放牛班，是合班的时候没有人要跟我们合的那种。那就有不少学生，就是我们还是有保持一些联系。但我知道的其中一个比较要好的人是，他有曾经贩过毒，那后来回归正路，但是就是他做的打工可能是。就是他后来有去上工厂，就是组装一些遥控汽车或什么的。然后另外也有人在殡葬业做服务，那也有人是就是 OKP 商店的夜班工读生。那所以对我来说都是好朋友。所以在我自己心里，我后来越来越没有一个好学生或是坏学生的定义。其实我还蛮好奇主讲者在这方面的想法是什么。然后像是。我们上大学之后，他们创了一个就国中的 LINE 群组。那有一天早上，我看到很惊讶的留言，就把它存下来。那早上4:40的时候，有人说早安要上班，然后下面马上就有人会加油。然后5:17的时候，就有另外的人说早安啊，然后接下来又有早哦。就是我会觉得，以前我不看好这些人，反而现在比我们更加努力在生活。所以说就是。我本来对今天的主题是没有什么想象的，可是后来看到好学生、坏学生就会在打工选择，就觉得，在我心里他其实是没有任何的阶层区分。嗯，谢谢。OK， 那因为我是今天主持人，虽然坐在那边很舒服，我一开始很紧张，但我还想分别占大家一点时间，我请教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那个家养，你有提到说麦当劳那个部分，你有后来有没有去验证？我觉得就是那个升迁那个过程，可以再多谈一下。没有机会去，所以也没办法去吃到说10分钟后淘汰掉那个汉堡。OK， 因为我觉得因为讲到虽然这边是讲教育阶层嘛，但是如果说在打工的现场里面，你有一个可以有效升迁的管道，那何不去尝试？好。然后第二个，我想问一下那个嘉青，就是你有提到效率这件事情，但我不晓得你后来，哦，除了你们那个大家一起就是不去上班罢工那件事情、罢班那件事情之外，你有去跟老板讲过，就是可能会不会问题是出在人力不足，然后或者是说，就是你们在很忙的时候，可不可以有些合理，譬如说去上个洗手间，或者是就喘口气、转身吃一点自己肚子饿的时候，因为就那段时间其实。通常都会提早或延后用餐嘛，但是有没有机会去跟老板谈这个？还是说在后面，一直到最后一个就是你去跟老板去谈那个创作的东西的时候，在设计那个茶叶的那部分才有办法去 touch 到？因为你刚刚提到说人情的压力变成是说好像不太能够去谈。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我想要问就是哈娜，你说到你在那个饮料店里面可以去跟那个店长是不是去讨，就是你可以比较贴近，我觉得除了他会教之外，会不会对？你也展现出你对这个工作的期待，就是我不只是要做这个机械性的工作，我不把自己认定在这个范畴，而是我进一步，我去想说前台为什么今天需要人，后台怎么样，这个分工跟配置，所以老板也看到，因为你这样的
自信或是态度，或者是我们想说有时候打工有没有野心嘛，所以他会进步去，就他会去看到你的问题，而且他就想去解决你的问题。那如果说其他的就是我很听话，就是你今天叫办公室我就做，那老板可能讲说那我就是一是一讲二是二，那我不用跟你再多说，会不会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里面，在互动的形态当中，你自己的观察就跟其他一起在那个店里面打工的人的状态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不同这样子。那哦，那请三位。首先是小胖问你，就是说，就是你在，就是你那个教育的地位会不会影响到你选择要打怎样的工？然后怎样的工？还有目的跟动机会不太一样。然后甚至到最后的工作的选择，你在想象里面会有关系？我是觉得，因为我没有办法到哇，我还没有到那么高教育地位过，只是我会。我还没有，就是我那个教育的那个位阶还没有，就是我也只是私立大学学生，对，所以国立大学人我怎么想，我怎么想，我其实不太清楚。可是我可以往后，可以看到后面的，就是逢甲算不算好，但也还不至于到最烂。我觉得说会有一个，就是动机会是一个影响你打工的态度，就是说你到底是为了钱，还是要为了，还是为了其他原因。你如果是为了学习的话，你当然就会可能像我，就是我人生设定，我是一定要去便利商店打工。我觉得我做得很开心。那有些人为了钱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做得比较痛苦一点，或者是觉得他反正只要能赚到钱就好。像他们不会主动关心，因为一个客人如果在店里面徘徊很久的话，我可能会去关心说，哎、欸，你是要找什么东西吗？什么的。可是像我另外那个同事，他可能例如说，啊，客人要这边逛，不让他逛啊，就是他只要不拿东西来结账，我就不会去理他，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动机可能会比较好。我说的问题是打工的这些经验，然后跟你说的这样的，跟你未来有就业。对，可是，我并没有。对，就是在问这个你自己在想象的原因。就是说你现在的打工这些经验是，那你现在会去思考到你以后要就业，你会、怎么选择？对。因为我会觉得说，我要小心翼翼的回答你，就是因为像一开始我如果是为了钱可以的话，我可能就是谁先录取我，我就去哪里。我不会有那，我不会想说，哎、欸，去这边我会学到什么，我会想好多，就是哎、欸，反正就是先后嘛，谁先录取我就去哪里。可是我在那个地方待久，我会开始想说，我可以在这里学到什么。我在操场，我接触到不同的人，我不同的人，你要有不同的处理的方式，跟处理的态度会不一样。有些人，有些人吃软不吃硬，而有些人你不给他一点，他不会体谅。我觉得这是一部分，然后会变成说，我就至少觉得在操场打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喜欢那个东西。你就算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欢的话。你有办法离开的话，你就离开。如果你真的没有离开，没有办法离开的话，那你只好变自己。你要怎么去喜欢，或者是找到一个，只要一小部分你喜欢，你就去钻研那一小部分。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小胖已经毕业，要不要讲讲？可能就是他这个想出个回去，因为找工作。那我比较跳动的是，其实一开始。那些四个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打工经验，为什么最后一个变有点跳动是变成是美术工读生？那其实是，我一开始找打工的经验，打工的部分都是以实用性为主，然后能负荷打工的技术为取向去寻找工作的。那直到其实，我想那位应该说。其实我一开始想目标是希望能就读有关设计的科系，那就是我就是求学中的一个理想，只是因为现实关系我一直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的方向。不外除了并不是学业分数上的关系，而是设计其实每个学年所需要缴的交的作费费用其实是一笔蛮大的负担。所以其实我算是透过一种半自学，或者说
就是半寻找的方式去找到自己也许有碰触到的一个点。那为什么会拿那个披萨店跟茶叶店的那个分野来讲好了，因为其实最大的冲击是因为受到那个上司的压榨之后，一言而然觉得身体说，好，既然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满足我，那我就去别的地方闯闯看。其实是变相鼓励我去寻找另外的方向的。那之后我就是自己用自己能力去创一个这个工作室，在接外包的 case， 在做有关美工的东西，这样子去重新累积自己的真正实用的技能取向。对，那直到就是到那个茶叶店打工之后，才逐渐比较确定说自己未来的就业方向跟也许理想想走的内容是什么。不过目前我上班的工作跟设计一点相关都没有，就是我是当编剧助理，对，也是一个是靠，但是有关联性的地方是，他都是要透过想象去程序一个画面，对，所以其实也变相是思考我去思考我在对剧本的编剧中该如何去诠释跟揣摩，是还蛮刺激自己的想法的，对，不知道这样有回答到，是，那不好意思，我就忘记你的问题，笑了，啊，是。我觉得可能要回到说，就是，老板跟员工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对，因为我一直，我从那四个打工经验来讲，基本上都还是以老板的想法下去实践。那其实你并没有太多的空间可以跟他 argue 或议论的，因为他确实只是用这些能力。对，所以，在那些就是比较负面的一些。欸，比如说像是我在披萨店那边很沉，就是被上司刁难的那些事情，蛮奇怪的是，连我同事也都是，就算他们知道，可是也不会去多做反应，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反应，或说会选择沉默，对。其实我在猜。小胖讲就是说，我选那个打工选择是不是就连接到说我未来就业会导向哪？所以我先去想说打工到底要到哪边。我去。不过你要是问他呀，我没有回。你也有回。因为我觉得啊，就是说，如果是我自己同学观察的话，我们是资讯传播学系，理论上可能是只要是电视，然后电脑的绘图设计，然后还有跟。你的新闻行业又有连结，但如果真的有哪些学生是为了说好，就是因为我的系上是学这个东西，然后我去打工的时候会特别调节这些选择。其实我觉得，其实那个选能够选的是还蛮少的，就是说因为亚大入风，然后再来是说系上给的。一些兼职其实也没有很多，然后如果老师有开一些影像工作室的话，你其实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但是那名额也没有很多，所以说，再加上真的有在想说我的工作经验跟这个学科跟未来的就业把它连在一起想的，我觉得是还蛮少的。我觉得那个其实有点像是说，就是因为亚大是一个比较是实用性的学校，它是比较讲技术。就是说，学校在讲的也是都是说，哎，你学完技术之后，然后你就是考证照，然后就是你可以就是至少你可以在某间公司，然后去做那一个功能。
我觉得比较少是说你要成为某一个领域的那一个人的那个感觉，所以你会联想到说，好，你就是比较是负责一些电脑技术，然后你去想说比较是多一个补习班的那种感觉。对，亚大可能我觉得那氛围有点类似这个样子，然后所以我觉得回到来说是说学生对自己的生涯期待是什么，这个问题好像是比较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如果我对生涯期待是一个我已经选择好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话，我会一步步的去排下来说，那我兼职跟我的工作是不是可以累积到一个经验，然后之后我再去帮助，就是这些经验再往上跨。可能你如果是想要做新闻的话，你可以先在这个地方认识一些记者，然后去跑一些采访，然后之后你可能到一个新闻媒体公司。对，可是我觉得我在求学的环境当中，我觉得很少人是这样子思考自己，因为比较是不是说，我可能比较有需有比较比有些是像这样那样子，那有类似也是像小婉那样子的，那就是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的身旁的人很少对自己的生涯的那个积极度的想法有这么的多，我不知道大家都懂得懂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能够毕业就好，毕业再找份工作要再说。因为那个学校给厂商的时候，也都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知道的厂商，就是也不是特别好的公司。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的求学阶层的那一个学生，其实对自己生涯要怎么走，跟他期待自己成为什么，其实是我觉得我看到的，其实我承认是积极度其实没有这么高。那接连到说他影响到他任何的视野跟选择，跟他要学习什么，其实也会有不同。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会觉得啊，反正我暑假节缺钱嘛，我就去那个路上，他就是去路上这样找，就去看说哎那个工读的告示牌是什么。对，那我会比较在意说我会不会就是被就是违法的雇用，因为我会觉得说那好歹我也要健保劳保，所以就是因为之前快炒店工作没有那么的细心的去看，然后就是说好吧，那好像有点不好，所以我就在饮料店，其实我是上 PTT 找的。那有哪个学生是会 PTT 找的？那 PTT 找跟你直接到街上走有什么不一样？对，那其实我对自己的期待就是说我应该要享受很好的劳保健保跟就是法定的时薪，所以我会去网络上面去找这些资讯。可是如果你工读生没有这个对自己的期待，你也觉得说啊，反正我只要赚到钱的话，他其实就不会去想这么多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我回答小胖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再来是回答刚才那个同学，我觉得说好学生换成，其实我在这个社电组的时候，其实对抗的就是说，这个社会上面其实在整个教育过程上面其实是有意识的在挑选学生的，比方说挑选就是需要考高中的学生跟挑选需要考大学的学生，那这个挑选过程其实就会造成就是说大家觉得已经被挑上去的是就是比较是社会会比较看重一群，因为你绝对会去想说我的小孩能不能上明星高中，你不会去想我的小孩到底怎么可以上自己学校，你很少在主流媒体去看到说就是大家都是为了说我的小孩没办法上明星高中而争吵，可是你好像没有看到说我的小孩就是要去读高工，或者是我要去读他读商，那个这个十二年国家对这些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其实我觉得，那好像就回到说我们台湾的教育还是在一个说，教育是比较是透过你在考高中、大学的升学的过程去获得你某个社会上可能比较不错的位置。我觉得这个不是在我自己在分类，而是整个社会在看待教育的过程，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对，因为从媒体报道绝对不会报道说考四季二专的学生他的那个新闻的报道，你会发现很多都是报道学测，所以你就看得到这个整个台湾教育对即使学校或是非高中大学的学生其实是的确是摆在比较没有这么好的想象。那其实就回过来说，我觉得的确我们不应该分类，就是说啊你是坏学生是好学生，可是我们也不能够忽略说整个社会运作的逻辑，其实它就是在这样一次次从国中高中到大学，它都是用这样的
的社会竞争的逻辑去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去想说，那这样竞争的规则，它到底影响了就是学生的内的自我认同的地方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我是因为整个跑社会运动，我觉得说，哎，我可以关心社会，所以我觉得好，我还没有价值的。可是我觉得，在我高中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光复高中确实是比较后段的学生，然后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整个觉得学校跟他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是比较是应付就是那个文凭，然后就是让自己可以去最低的方式，然后去毕业这样子。对，就是我觉得刚才的嘉良讲的是说，有些工读生他不觉得客人会跟他有关系，跟他打工的环境会有关系。其实我觉得后面往后推，我就觉得说他其实求学的时候就不觉得学习跟自己有关系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教育阶级是在谈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的确不应该就是分类学生，但是确实我们的教育的进行的过程会让某些学生，因为可能考试成绩，然后又去往某个高中大学的过程里面去特别肯认自己的能力跟自己的生涯态度跟自己的想象。可是如果不是在一个这个逻辑以外的学生，他要认识自己跟就是认知自我价值，或者是说让自己的在这个社会的存在有意义，其实的付出的成本跟付出的，我觉得付出成本确实会比较高。就是说你让别人看到你自己的价值，因为技术学院可能就是你就是在归类在某个企业然后的底下做劳工，就像我们不会一直我们看到说这些技术学院餐饮科系的学生，可能就是学校对学生其他就说你以后可以去做网品，可是为什么吴宝春会直接说就是我不觉得台湾的技术学校有教到一些事情，就是说因为就是学校一直在训练学生那个想象其实是没有这么有期待的。对，然后回到就是主持人要问的是说我是不是在那个饮料店就是特别就是自我期待喝高一点。我承认我觉得我在饮料店同时是在做一个社会体验时间，因为我在跑社会运动，我就觉得说观察社会人跟人的关系是对我也是有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会看到说好，因为有一个因为如果说比方说，好六轻好，就是说它可能就是造成了污染，然后也造成就是当地就是的政治文化会因为就是六轻这个工厂，然后会有不一样，然后它可能会连带影响到就是说，你可能当地，因为年轻人又一直就是流出，所以它可能没有它可能那个政。就是运动团，如果你身为一个运动团，你有学生团体，然后你可能就会做一个防标之类，然后去询问说，哎，当地的居民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他们怎么去看待自己的养科的过程，然后跟政治环境。那我觉得我同样就会把这个东西套用在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我怎么看待我跟人跟人的关系，就是说它会影响到说你怎么去了解就是议题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在那个亚大的时候，其实我不觉得我谈核能，或是谈环境，或是谈东西，这个才能够变成社团的主题。因为我觉得，因为亚大我也觉得就是认为是比较人文科系没有这么丰富的地方，所以说你也没办法一直带这个东西，因为那个地方也很远。所以我是从一个身边的就是那个社团的人，他是怎么样的生活来去谈，比方说小管流学费打工问题，或者是他可能会对于就是自己是身为女生，然后对于女性主义有些好奇心，所以是从一个观察人的方式去延伸那个社会问题。所以回头他说饮料店，其实我在学的是什么，我在想的是说连锁饮料店它造成了什么样的饮料店产业的发展。因为我如果大家有看到那个活动的讯息，然后有看到那个参考连接的话，我自己有写一个，就是说除了珍珠奶茶，我们还可以期待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文章。那个文章其实大家转了很多。那其实我其实是在说，我其实，在跟老板互动的时候，我不是只是问说那饮料怎么做，或者是我外送的路线是什么。我其实同时来问说，哎，老板你怎么看说这来的客人他为什么会来你这家店？他为什么就是你经营的族群会是这个高中跟这个高中，而不是这个高中？
就是我会去想说，饮料店的竞争的那个环境，跟他公务生录用的方式，跟他跟这个社会的关系，其实就会影响到说，老板觉得我提的问题好像蛮有趣的，所以他也会顺便就是跟我聊很多东西。那我也觉得可能就是又另一个刺激，就是说老板同时也会觉得说，他其实就会比较不是说，你想要一个技术的问题，然后他就是说技术的解答，他可能就会跟你聊说，哎，我怎么去看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老顾的关系好像又是不一样，就是我觉得我在饮料店，其实就是回到说我其实不是期待我是一个员工，我是期待我是一个，同时是一个社会观察者，或者是田野实践者。对，然后这样子的定位其实就影响到说我跟其他人的发展的对话就会不太一样，那其他人的对我的好奇也就会不太一样，甚至会产出不一样的关系存在。对，其实我大概是分享到这边。好，谢谢。因为时间的关系，不晓得在座的各位还没有任何的问题，现在已经切换到深夜模式。好，其实刚慧总有提到那个珍珠奶茶那篇文章，我真的推荐同学去看一下。还有他们这次第四集的亲身制的内容，其实也很多都是做这个打工记、打工故事跟经验的一个访谈。里面介绍我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线上去做点选。之后大概实体的部分什么时候会出来，或是在哪边可以拿得到？就是说我们之后实体的刊物出来之后，我们会先在网页上面，就是大家可以注意的，就是注意，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是想说，如果你想要就是有实体，然后也想要分享的话，你可以就是有注意的模式，因为我们现在刊物其实比较也是都是就是在就我们自己要就是付到钱这样子。那大概是，就像折纸这样，我有带盒子啊，但是那盒子没有这么好看。这样还是可以拿出来摆在前面，请就大家看哪一边这样子可以来做。那就是如果你想要去把教育生命故事这个东西去分享给家人的话，就是后两天粉丝页会去会有那个注意的那个公告，然后你就是你有那个表单去填说，就是你想要多少份，那你想要怎么拿，那我们可能就会怎么寄给你这样子。对，本来是因为，我觉得这场其实本来是要去理解刊物，然后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帮忙这样子，可是就是我们受益时间没有这么的顺利，所以就是可能大家就关注一下讯息这样。好，谢谢。那我们就借用现场各位的双手，再给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另外的一些想象，对不对？所以说，我也无得名一定要折腰。其实，在折腰的过程当中，你还是可以对自己有一些认识，还有一些收获。那是不是要宣传一下下个比赛？好，就是在之前，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我们还没讲完啊、哦，没有一分钟要跟你讲。再一次谢谢我们今天的那个主持人跟我们的讲者哈、哦，请大家再给他们一个掌声。那我们要来宣传一下下礼拜五，下礼拜五我们要来谈，大家如果有对318的那个占领立法院的运动还记忆犹新的话，应该都有知道说，当初在立法院周遭有一个所谓的审议式民主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下礼拜我们就要来谈所谓的审议式民主。另外下礼拜一不是礼拜五，礼拜一不是礼拜五。我们有一场哲学非星期五的活动，因为不是在礼拜五，就是叫哲学非星期五嘛。那在哪里？哦，没有在好办，在想想，在民权路的78号，民权路就是隔壁那一条路的78号，这边走出去转弯的地方，我们会在那。我们要来谈什么？我们要来谈死刑的问题，因为下个礼拜三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有直播吗？应该不知道哎、欸，要看我们的志工来不来的，有没有时间哈。那我们下礼拜一我们要再想想，来大家请大家一起来想想，死刑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到底要不要存在，或者是
要存要费，那我们下礼拜要来谈这件事情。可以，好。那个礼拜一的哈，我跟大家讲一下礼拜一的那一场比较特别。虽然要谈的是有关死刑，可是我们要从艺术的观点哦来谈。所以我们邀请到三位的讲者，一位是 Toshikazama， 他是日本人，那他是一个摄影师，那他拍摄了很多有关于死囚还有被害者的家属的照片，他在美国那边拍摄很多，也包含他也在台湾也有拍摄。那另外一位是叫李嘉华导演，大家如果看过《太阳不远》这部纪录片，他其实也有参与这部纪录片的拍摄。那其实他另外有参与很多的纪录片，包含像他自己的纪录片叫《起点》，是拍摄一个被害人家属尤妈妈的故事。那他也有参与，比如说包含像《苏建和案》《自由的滋味》这些纪录片的拍摄哦。那第三位是叫林文蔚，他其实他的工作是监所的管理员。监所管理员讲白话一点，就是我们讲到狱卒啊。好，那他的工作是这个，可是其实事实上他也是一个作家，然后他透过绘画的方式，描绘出说台湾监狱的现况。所以下个礼拜一的这一场哲学背景有非常精彩，他们透过他们的作品来表现出他们所看到的死刑里面的一些现象。那欢迎大家礼拜一可以来到民权路78号啊，再想想那一个空间。好，谢谢。拜拜，不要忘记了你们的零钱，拜拜。